生命电视台，让世界更美好。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感谢老仁波切，这是一位现在九十几岁在西京的硕杰仁波切。他看到我天天做念很多仪轨，那时候我在印度啊，每天晚上我们去参加祈愿法会，晚上都没事嘛。那我们华人呢，不做点事情很痛苦啊，所以开始做，越做人越多，挤得满满的，大家晚上都在做烟供。那这位老仁波切在顶楼看了我七天啊，他就写下这些仪轨，他好像有神通一样啊，说将来他就会认识我，他就可以把这个仪轨交给我啊。他还给我特别交代，我早就写好了，知道要认识我，所以他会交给你。他说我交给你这个仪轨，你可以弘扬到世界，他是他最高兴的啊。所以他交给我很多的仪轨，包括115页这个四十仪轨是中轨，他还教过一个长轨，长轨我们这没印了啊。所以从短的、中的、长的都有啊。那这个仪轨就包含了上供，包括护法神、六道、父母、祖先都有了啊。所以我们既然手上拿了饼干了，就赶快先做，对不对？啊，再来念，再来讲解。你不要拿了两个钟头，那些众生说会会，啊口水你们流了190年了，你还不给我吃啊？然后又拿着药包，所以以后各位出门就带这个就好了，咒起饼干、水米啊，到处跑这样啊，环游世界普度众生，好不好啊？啊，好，这个就是大愿了 啊，去利益众生，这个花没有很多钱。对不对？特别这个旗子，这个旗子是大丰祖师，我们汕头潮阳那一位药师佛的化身，大丰祖师。那个时候地方上那传染病死了多少人，全部变成鬼城了，他一个人去那边超度这些鬼魂呐、医治病苦者，然后把尸体全部都收好。所以这个大丰祖师法门现在在泰国做的可大了啊，泰国、缅甸，在新加坡。都有这位宋大丰祖师的超度法门啊！你想，经幡飘动，幽谷生香啊，法水啊，他就撒甘露水，我忘了。然后呢，一撒出去就转动经幡，顺便撒甘露水，他们众生就超度了啊，这些传染病就没有了。所以这也是经典里面说的啊。那我想各位就可以有《地藏经》《楞严经》都可以啊。去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大乘佛教到了晚上啊，晚上就是忏悔施食这样啊，不断的代替众生忏悔，不断的去利益众生啊，
所以到了晚上，就像各位这个森林，所有兔子都跑出来了啊，就像孤魂野鬼都出来觅食了啊。所以晚上是我们大慈大悲，带众生忏悔，自己在忏悔，利益众生啊。所以这样来观修仪轨。114页，那我们手上拿的上供下施的食物，那前面我有一个面饭粥，然后呢先来加持，大家一起念。然后加持的时候，各位注意哦，你要施食的时候，你观想自己变成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升起这个佛慢、观音慢，这是密称很重要的，那是一种承担，承担众生苦。如果每个人都观想自己是老板，这家公司就发财了，对不对啊？因为每个人都在尽力帮助这家公司。如果想成为一个国家的国民，那我们都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守护者啊，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同理大众，带动整个社会能够离苦得乐啊。所以菩萨就是要成为众生的医护主。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因地他就发这个愿，不是说我要成佛，我要成为众生的医护，众生的依靠，因为这样而成佛。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成为一个生命的目的啊。如果今天有时间，所有的大小烟供施食仪轨带各位念一遍，那代表各位更有信心有传承呢，那你要念哪一个都可以了啊。因为每个人的喜欢啊，但是各有特色。125页小字的部分是一个说明，念下来。烟供之时，当在一清净且无破损的器皿之中，以极尽妙善的各种未受用之食物和洁净之丝绸、蒲芦等，以及干净的糌粑，混合谷物、药材、各种珍贵香气的精华，磨成细粉。而后，烟供的物品需以清净的水做前行洒净，其余千万不可使用破损的器皿、未洗净之手和往生者剩下的食物、旧衣以及酒、肉、葱、蒜等焚烧。好，所以千万不要说我们作为烟供就随便。如果这次他们没有印那个施食的功德经典汇记，下回如果我们寄过来，就寄给各位。按照经典，他要用的是最好的、最好的金的、银的、真正的啊琉璃来做都可以，因为就是让这些可怜的众生。哇，感受到他的尊重，但是就是不能用铁的啊。那我们这次没办法，就这个铁的嘛，没办法啊，因为他们恶鬼道最怕铁，铁对他们是一种伤害啊，铁为地狱啊，恶鬼城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佛前那个炉一定要用至少是铜的，从来没有铁的啊，然后这样来做，而且要干净的，而且食物是说我吃剩下的，那也不是很好。但是出家人来可以，因为出家人是僧宝，他吃剩下的还可以利益有一些众生，啊，在家居士最好是还没有吃的，因为这里面还包括替他们上供嘛，啊，当然如果是没有替他们上供，就直接要把吃剩下的给他们，啊，那就可以念。嗡乌兹达哈列贝梭哈，就是施禅时咒。嗡乌兹达哈列贝梭哈，或是你有那个本意，然后那是没办法，那是也可以。然后除了食物还不够，你看上面还写的，还洁净的丝绸、蒲芦等。因为恶鬼道没衣服穿，在这两天我们陈居士有出去买东西，顺便买一些麻的或丝绸，我们是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啊。有时候我们每一张牌位给他贴一块，代表让牌位的这些友情替他上供，也替他布施，他也有衣服穿，啊，就是洁净了丝绸，这些蒲芦等，蒲芦大概就是因为他们的毯子啊，或者
毛料的，因为在当地他们用很多这些，以及干净的糌粑啊，糌粑就是这些，加上奶油啊这些粉啊，他们就吃这个，混合谷物、药材、各种珍贵香气的精华，所以做烟供就越香越好，磨成细粉。所以我现在到处请人家做，请人家做山上最好的那些树拿来磨，再加上食物，然后送给人家，啊，到处送。那时候有人说拿来买卖，那个买卖以后他就会有一些问题出来。买卖不用轮到我们，他们会买卖，我们做好那些商家自然会学，啊，他们去做。但是我们最好很纯净的送，就像甘露丸，如果你买卖这个甘露丸就没价值了，对不对？那我们把它做得很好，送多少算多少啊。而后烟供的物品用清净的水那样看翁啊后加持一下啊，所以他们会拿着杨柳枝啊，包括点灯也会这样啊，就是净化加持，念个翁啊后那样看，千万不可用破损的器皿，是吧？要注音，然后手洗干净那样看，然后往生者剩下也不行，然后也不能放酒肉葱蒜，就很清净。再来呢，自己要观想自身观为观音菩萨发光，心间这个哈利子细致的光啊，光照轮涅，这个轮回的众生乃至已经证得空性涅槃的啊，上供下施，照了轮涅上供下施，然后以这个大悲心产生的力量吃了马上超度。所以各位至少把116页这个辨识咒跟思路来背下来，那你就一起跑世界了啊！因为你要全世界去利益众生，就像各位钞票都一样了，拿个钞票每个地方都布施10亿美金才回来，好不好啊？这是带了多少来荷兰了、啊？要带多一点还得布施啊！最好我们荷兰赶快开一间大一点的陈文龙素食店，对不对？那个素食店就是我们的道场，每天就是在试试给人吃，善供下施布施，生意兴隆啊啊！但是那就是利益众生。好，所以我们现在念四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具有圣香五妙喻，无漏梵言此供施，上施本尊三宝尊，一切护法及空行，即喜前踏婆王等，一切所有寻香众，如母六道诸众生，地方神与众世神，讨求溯源之血债，尤其最近几日中，自尽舍弃自前身，为得后生之终因，对于一切诸有情，共回向故诸贵宾，其习众生诸障碍，无病长寿增财福，摄受三界诸有情，祈愿诸事如意成，一切终因诸有情，恐惧苦中得解脱，意念上师之教诲，愿往生极乐净土，以尽宿缘诸债务，一切众生俱安乐，愿地神与众世神恒常不懈永驻伴，众生受尽死讯时，远离疼痛等众苦，往生清净之刹土，愿是对众生利乐，如心意障或灯火，如幻朝露或水泡，如梦闪电或云彩，有为法音如是观，
以我意乐之势力，一切如来不实力，以及法界性势力，向诸圣者行供力，为利一切有情故，所有意力及意乐，任何一切诸事业，悉愿无碍任运生。我们刚刚念的这个就是所谓显教的教育，你要懂得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包括上供下施，包括令众生令病苦，而且又为他们说法讲空性，而且这四种力量的结合，以我意乐叫自我功德力，一切如来布施力，真实的布施，包括过去的种种法界，对法界众生所做的功德力，法界行施力，然后更有现场马上向诸佛圣者行供力，这样子为利一切有情，要回向给六道众生，希望他们一切得到自在。所以各位以后你最好把这个记诵经常念，就算你不会背，但是你知道意思啊。所以修行就是不要有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在念诵的时候要完全的融入于精进依闻观修，完全融入啊，那以后变成一种习惯，你这个就像别人打你一下，你马上要反过去扑他，你自然就是时时刻刻在上供下施。所以各位吃饭就在上供下施，这个饭一吃就上供啊，到了肚子就下施，化成气就排出去啊，每天吃饭都在上供下施，每天喝水都在上供下施，所以你吃什么就产生什么气力啊。所以那这里面的意思我就先不解释，各位可以先看，有机会我们大家，但是你一定要了解啊，你一定要了解，你才会想哇，这样做可以无受长病增财富，这样可以祈愿诸事如意成。更重要了，除了财的布施，又为他们法布施，117页是最重要的这个法，如心意障或灯火，如幻朝露或水泡，要观空啊，这个世间万法皆空啊，如梦闪电或电彩，有为法应如是观。那像所有众生就脱离他的执着，他就认为有一个地狱，有一个恶鬼，所以很痛苦。再加上这四种力量啊，我以我意乐，大家的悲心呢、啊，希望他们离苦啊，来自我们念佛持咒的诸佛菩萨的加持。所以佛菩萨成佛就是要把他功德布施给我们，你只要念他们。那有人说，你如果都不会念，那你只要在佛像面前，或是这个经幡。你朝着佛像一礼拜就有得到加持，乃至你身上带着咒语有加持，乃至你在转经幡啊，这个就是一切如来布施力啊。所以你念观音菩萨，观音小叫施无畏者，他马上布施他救苦救难的力量来帮助。所以以及法界性势力，我们在佛前供花啊，各种的功德，过去大家放生，我们过几天还要放生，这些力量都融入在里面，以及向诸圣者行供力啊，供养僧伽、供养袈裟等等，为利一切有情故，以这种悲心来做，所有意力及意乐，所以这种所有的意力、利益乃至愿力，都能够成就任何一切诸事业，希愿无碍任运生。这也是我们的祈愿，也让受施者、被布施者了解我们的发心。所以暂时上希望大家发财啊，不生病啊，啊，就近上呢，他能够证得空性，往生净土，将来成佛。也并不是说烟供才是如此，佛法你要有这个善巧方便，供个花都圆满了上供下施，喝个水圆满上供下施，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特别金刚乘的目的啊。所以任何一个动作，一个起心动念都圆满了上供下施，就像刚刚讲吃饭就在做烟供，喝水就在做供养啊，都圆满，你要圆满所有的上供下施，这样才能够符合菩提心，然后就可以圆满习真怀诸各种的功德。佛教里面为了要成就广大的资粮，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然后快速成佛，所以要学咒，因为学咒以后它就变成一化为无量无边啊，任何一杯水都可以变无量无边，这就是咒的加持力，那这样就可以累积广大的资粮而成佛。所以然后你只要看到了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然后观念，
那这些物品都得到了转化净化，那再来就是讲人跟众生，我们的人也要得到净化，所有众生都希望他们得到净化，就叫净身口意。这个净也让他没有身口意的痛苦，又能够恢复清净的身口意，然后要照见五蕴皆空，所以有五点加持，头顶、胸口、右肩、左肩、喉咙啊，然后呢，他的手印就像莲花手印，中间开的欧斯巴瓦秀达沙瓦达玛苏巴瓦秀多行，欧斯巴瓦夏瓦达玛苏巴瓦秀多行。那各位这几天晚上就开始念吧，最后中间一个七天要考试，看你会不会啊。因为这个很重要，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念。今天路上有100个人，你默默地帮他们净化他们的身口意，让他们呢找到自信空性。哦，苏巴瓦修的沙瓦达玛苏巴瓦修多好，好来。嗡苏巴瓦修的沙瓦达玛苏巴瓦修多好，嗡苏巴瓦修的沙瓦达玛苏巴瓦修多好。嗡苏巴瓦修达萨瓦达玛苏巴瓦修多行，嗡苏巴瓦修达萨瓦达玛苏巴瓦修多行，嗡苏巴瓦修达萨瓦达玛苏巴瓦修多行。翻过来，22页，他讲了念这个咒，我们把手印都画在上面了，应该做什么观想？念一下：一切有情本性清净。唯诸客尘之所覆庇，不悟真理，今持咒结印坐观加持自他，还令复本，悉令清净。所以太重要，各位以后你要弄信诵经之前啊，你要打坐之前都要念啊。我们要恢复，不但自己净化，周围的有情无情冤亲债主都得到净化。哦，苏巴瓦修达沙瓦达玛苏巴瓦修多行。所以你坐车的时间不要打瞌睡，这么多咒语的观修啊，这大乘一切都是利益众生的，而且你走到哪里变习惯，都会净化每一个地方，净化每一个有情地方的净化，有情的净化，这个就是我们该做的。念一下：成熟有情，庄严国土，这时时刻刻在净化这个世界。嗡苏巴瓦修达沙瓦达玛苏巴瓦修多行。那如果真的背不起来，就是嗡阿吽嗡阿吽。真的在背不起来就嗡嗡嗡嗡嗡嗡嘛里边，前面一个嗡嗡就是净化身口意，就是化解过来就是嗡啊嗡啊，所以印度人就是拜一个嗡字而已啊。再来，佛布耶莲花布，就是要让我们跟所有众生身体的，所以我们先把观想念一下，就是佛布耶的下面观想，你就知道这个咒的意义在哪里。来，观想佛布诸尊降临顶上，加持行人，速令获得身业清净，罪障消灭，福慧增长。所以念咒，今天现场有10000人，只有你一个会念，但是你会念，就现场10000人都得到净化啊！所以这个是少数人愿意做的，而不是说，他如果越多人，然后的力量就越大。所以你走到哪里，看到有人走过来，有动物，它有身体，都希望它身体消业障，得到净化，而且净化到变成外表变佛的身体一样。所以所有的诸佛菩萨在头顶这样降临下来，然后把不好的气除掉啊，恢复身业的清净。那他的手印各位看得出来，就是按照这上面啊，然后呢一起念来。哦，当他格达杜巴巴呀，说哈，平常念一遍，然后我们今天念3遍，大家念熟来。哦，当他格达杜巴巴呀，说哈，哦，当他格达杜巴巴呀，说哈，哦，当他格达杜巴巴呀，说哈。生病的人更要念，因为我们的身体有业障啊。然后你看到别人身体有痛苦，你要为他念。哦，当他格达杜巴巴呀，说哈。再来莲花布，嗡贝那玛杜巴巴呀，说哈，他手印就是像一朵莲花放在喉咙下面。以后各位养成习惯，如果你有口业的人，一定要天天念，你要开口之前先念一遍，然后你才不会再去说是非啊，就是骂人啊，讲话不好听啊，就像人家天主基督教要讲话之前画个十字，对不对？那我再来说话会好一点。所以他要怎么观修呢？倒数第4行来。
观想不足观世音菩萨及莲花部诸尊降临行人右顶右上方，加持行人获得语业清净，言音微速，令人要闻无碍辩才，说法自在。各位一定要让你的口业能够转化为能够利益众生，用你的声音代佛说法，乃至你的声音真是利益众生。所以你要观想观音菩萨跟莲花部，就是所有从你的右边然后进入你的喉咙啊，然后呢加上我们跟所有众生现场的语业清净，声音好听啊，无碍辩才，说法自在。所以我们念三遍：嗡贝德玛多巴巴雅梭哈，嗡贝德玛多巴巴雅梭哈，嗡贝德玛多巴巴雅梭哈。他们一般念完有两种，站在堂壁呢，念完以后他的手会放在头，要不要善音？那站在我们藏传佛教啊，就是打一个啊，就像转两圈一样，这样啊，一开始是莲花，后面是收。啊，那各位慢慢练习。再来金刚步，你的心就维持在平常，你这个人很毒啊，没关系啊，至少现在维持好啊。在现在我要去利益众生了，这几秒钟我要像佛的菩提心一样，所以观想念想，观想不足金刚藏菩萨及金刚步诸尊降临行人左顶左上方，加持行人速获意业清净，正菩提心三昧现前，速得解脱。所以你的心净化变成佛的菩提心，然后来利益众生，就是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呢最后一直这样交叉啊，那观想我们跟所有众生，这个人现在害人了，这个人心态不好，你要为他念这个咒，我发起了杜巴巴雅说话，用佛的力量去净化它，然后呢它就不会有这个烦恼心伤害之心啊。所以我们念三遍：嗡发起拉多巴巴雅梭哈，嗡发起拉多巴巴雅梭哈，嗡发起拉多巴巴雅梭哈。二十三页，那皮甲护身就像你要去一个火灾现场去救那些，那你要穿个防火衣，或是你要潜水啊，穿着潜水衣，就像韦陀菩萨、乾蓝菩萨做护法，所以他们一定要穿着这个金刚盔甲，所以那就要念无变，也就是说保护、保护啊、保护无处，所以观想倒数第一行，你讲：以大慈悲心遍缘一切有情，愿皆披大慈悲庄严甲胄。光耀威武如韦陀菩萨，速令离诸障难，正得世出世间殊胜成就。诵真言五遍，同时观想印额、右肩、左肩、心、喉。这里面观想很重，他讲的不是光自己哦，愿皆所有众生啊，所以这个持咒这种观想对整个世界帮助很大，想得到众生都得到保护。然后呢，那这个里面正确应该是这个才对哈，额、右、左、心、喉，然后打这个手印有一点像准提印，但是它中间没有连在一起啊。然后呢，加持五柱五个地方来。嗡法吉拉古里多巴迪帕达雅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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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法吉拉古里多巴迪帕达雅梭哈。休息的时间一直练习，一直练习。有时候为什么要短期闭关？就是要熟悉这个仪轨，熟悉的你才会背下来。背下来啊，然后以后你这个不是说在思死的时候你要诵经啦、啊，你要开始拜佛都能够这样做，而且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念一遍啊，念一遍就像自己洗完澡了，穿着新的衣服了，这样还比较好睡觉啊，也不会被干扰。因为这个世间你不要太相信，这个世间是末法，是鬼魔世间啊，特别你有修行的人
那这些众生越喜欢接近你。当然你不是不慈悲，就是说我睡得好一点，我再来帮助你，休息才能够精进。那所以你最好把它背下来，背下来。这个是属于唐密的，不是藏密的啊，禅宗在用的。因为我到日本去，我要去接受这个唐密的灌顶。他们日本的灌顶跟我们中国比较一样，它是一次完成。一次完成就是说，所有这个上师这一辈子所修的，透过一次的灌顶就全部得到了，这样了。啊，我们汉传佛教也是这样，天台宗啊、朝洞宗啊，一个灌顶是一个仪轨，然后就本子给你的，就完了，回去吧，全部都有了。但是问题是你要开始实修了，啊，所以那是每一次，所以这个那个日本上师在念的时候，我说，哎，我怎么那么熟？原来就这个，我才知道说。我们参与老法师也到日本去学还这个唐密，所以每一次仪轨都会念这个。那这样对自己帮助，对众生帮助很大，所以各位你还是要用一点时间。翻过来，那就要开始甘露施食。那甘露施食不分在家出家，所以不分小孩。那每次法会有一个小朋友来最好，因为这个小朋友就可以勾到太多的小朋友啊来施食。所以我们每次都会放小朋友的形象，动物的形象，你放牛牛来，放大象象来啊！而且缅甸老法师还跟我们说，牛上面给它夹个花，哦，更多的牛喜欢来；大象上面给它贴个圆巾一样，大象一贴巾就是像王的意思，他就喜欢来啊！所以各有各的，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一种勾招啊，希望他们都来。那这一句话念一下，平常不用念。来，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及诸人天，意欲受持此方便法者，应须招请进十方界，一切六趣诸恶鬼神众，当作是念。这里面讲的方便法，修行不离开智慧与方便，你没有这个方便，你就没办法证得空性佛性。那这方便是以无所求的慈悲，所以广修方便法门，但是也不能执着。我这辈子就修四十就好了，我其他都不用做，这样讲不好啊。只要能够利益众生的各种方法都可以，不分在家出家，甚至天人树神愿意学。所以我们在这边讲这些大树王愿意学，他早就可以升天了，他还可以继续利益众生，发菩提心啊，然后要。做这个念不是光嘴巴念，而是要成观念。南无佛陀也，诸佛像，南无达摩也，啊，所有的法的加持，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观修。南无佛陀也，南无达摩也，南无僧伽也，南无本尊释迦牟尼如来，南无安住大地菩萨众。南无一切龙天圣神，愿以威神加爱护助我今招请十方刹土净虚空界一切六趣恶鬼有情类，以三宝威神力故，悉至我所。这个破地狱咒是我们汉传佛教最重要的，因为每天敲钟都要念这个咒啊，锵嗡切拉的沙波赫，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咒也刻在钟上面。但是各位开始持咒就要三种观修了，第一个这个种子字哈利子，所以至少这个哈利子各位背下来，每天学学学。我以前还不懂，我就很喜欢，人家送我一个，我很喜欢。后来我把它弄成生命电视台的标志，后来我才去研究这个是什么字，哦，原来叫哈利子啊，它是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阿弥陀佛、金刚藏菩萨很多菩萨的种子字，就是不一样的颜色，红色的代表阿弥陀佛，白色代表观音菩萨。蓝色代表地藏菩萨，啊，然后这个而且字很漂亮，梵字。那他的手印，左手要打金刚拳，来看一下前面，就是拇指按在倒数第四指，那按下来，第二指压在拇指上面，这个叫金刚拳手印。标准在持咒的时候，一只手要保护自己，就放在腰，另外一只手在打手印。啊，如果你碰到这个人身上惹了很多鬼，那你就可以打着金刚碰他一下，身上的鬼就消除掉啊。然后多练习，
所以你要发愿，万一手指头太短还不太好打嘞，所以一定要多布施啊，多放生啊，就放在保护自己一定要啊。各位，如果你去你那个你知道那个地方老房间闹鬼哦，你就先这样按一下啊，然后呢再进去，然后右手朝下弹指，然后就这样一弹的时候你要观想啊，就哇整个地狱都打开。啊，整个恶鬼城打开，像这个被埋在地下的，有人跟我说那个十字架很厉害的，这个尸体一埋十字架，咔一插，那个他动都动不了。所以我每次看到虎墓，我就给他打开啊，啊，让他超度，不要被埋在下面啊。所以特别在天主教堂，他们都是埋在下面，然后字刻在地板上，然后你这边踩来踩去，我都不敢踩的，啊。所以如果不得不踩要观想脚底下有莲花，愿他触及解脱啊。所以各位啊，多练习，这两天各位忙了啊，走来走去每个人都在打不一样的，这里面有一群神经有问题的啊，他不了解我们了。好，所以各位啊，观修你手印打得很庄严，那个是累世的印，就像天生人家唱歌怎么唱都像邓丽君，对不对？人家是累世有修啊，那各位啊，多观修。好，开始。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会敲钟，这边没有钟啊，敲后面那个锵啊。暂时外面有一个他们上课在敲的那个声音，就有一点像钟的声音，又好听。那我们会敲铃，念七遍，好不好？这一次我很仔仔细细的教完一遍，你看没吃晚餐多好，时间多得很。就不会打瞌睡啊！各位要利用时间。破地狱真言：嗡伽那帝耶萨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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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伽那帝耶萨婆诃。最好一直练习到，像各位现在地狱没打开，就看到你的手指头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的念头在这样对吗？啊，你现在的念头还在看字，嗡伽那帝耶萨婆诃，所以你的念头还没有到地狱。但是你要一直念咒语背下来，手印很串习，然后你就观想，而且观想眼睛一开始你会闭下来，但是你修到一个阶段，眼睛就不用闭下来，因为眼前你就观修到地狱，观修到。啊，佛菩萨在打开地狱，然后你要练习到啊，如果你眼睛闭起来打坐的久了，你就会打昏沉啊，真是半开的而已，半开的，但是这个镜就在你眼前，就在你眼前。然后，但是你要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再来，自具如来心破地狱咒，这个咒很重要，这个咒贴在你的手机上，贴在音响上面，只要一有声音，就可以把三恶道都。超度了，所以用声音度众生，自具如来。如果你还不会背咒之前，至少自具如来，自具如来。听到声音，听到别人讲话大声，你就要念自具如来，转他的声音。今天你在睡觉，隔壁在吵架，哇，太好了，他们在超度啊！啊，你念自具如来默念咒，他们的声音可以利益众生。所以跟我念一次，那么阿舍，扎斯蒂难，三藐三菩陀，居之难。嗡，智那拉，瓦婆西，滴滴滴滴吽，然后一样两个金刚拳手印，啊，因为你要下地狱了，啊，然后呢，最后一只相勾，第二只相对，念到滴滴滴滴吽，你就要打开，然后要默念嗡啊吽，啊，所有从地狱恶鬼到了，他们脱离地狱以后，嗡啊吽。身体变成很庄严，这个红色代表大悲心哈利子，所以你在念的时候是三道红色的哈利子，心间一道，嘴巴一道，因为你在念，然后呢，手里面有个哈利子一打开，所有地狱就被这些诸佛菩萨加持，所以他们就马上脱离地狱苦，所以要念三遍来。南无阿舍迦斯帝喃，三藐三菩陀，俱胝喃，唵胝那喃，瓦婆悉，地利地利吽。
南无阿舍迦世帝娘，三藐三菩提，俱胝喃，阿弥陀娘娘，我婆媳，地利地利哄。南无阿舍迦世帝娘，三藐三菩提，俱胝喃，阿弥陀娘娘，我婆媳，地利地利哄。下回希望各位都买一套灵杵啊，你受了菩萨戒，发了菩提心，就可以用灵杵啊。那这个灵杵也代表方便与智慧，真实在利益众生啊。那像我这个灵杵是700年的啊，他们说这是我过去使用的，所以我摸起来就觉得很舒服啊。你不要把我偷走了，我讲出来了。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大宝法王送给我的那一只啊，那个杵啊，又镀金的，好像纯金的，结果就被摸走了啊，伤心很久啊，所以讲出来就麻烦了，这不讲呵呵没事。所以但是这个是在利益众生的啊，保持在方便与智慧，保持在悲智双运去利益众生。再来普招请，所以各位你要知道，这个就像莲花生大师，他永远都不离开，他手上永远都拿着在利益众生啊。所以有各种的这个，各位将来去研究普招请呢，就是各位图上面有了啊，就是这些观音慈悲印，然后呢金刚拳左手按在腰，然后就一转的时候，哈利子白色的光，就是说就是融入到地狱恶鬼城他方国家世界，那些集中营死亡的犹太人，这些战争死亡的德国人，乃至这附近的孤魂，一全部就拉过来啊。然后来不了就没办法，来得了至少解脱啊，升天。那各位要这样观修。所以为什么说你今天要修菩萨道，是一个广大心国际观的人，他不是一个小家碧玉的人啊。这一点各位真的要突破自己，真的你要关心整个世界法界，所以慈悲心有多大，力量就到哪里啊！现在你在念的时候，想到墨西哥，想到叙利亚，那是海上坟墓，想到伊拉克，想到缅甸，想到任何地方，你的心里想到呢，观修它就来了。这些你想到猪，想到猫，想到狗啊，那它就有机会得到超度。所以念是那么波波地里切利多的，但他也对啊，你的心，你的手印声音啊，然后就去请他们来。所以那一天我听战日讲，我才知道左手真的是佛法，如果你用右手，那是在卖冰激凌。我觉得这个有意思啊，对对对，要用左手啊。然后当然这灵上面有很多咒语，很多加持。所以我们很多上师，我们彼此见面就是送这个灵杵而已，因为这是他一辈子的法器啊。所以然后你生生世世都希望一直在这样修下去啊。好，所以大家现在慈悲观修，如果你现在不念没关系，一开始要学观想，你不用你先观想，然后慢慢把咒语背下来，然后呢最后才学手印，不然的话你一开始就忙着在这个，那是普招请还好，他这个不会太困难。然后要观修，现在你不用念，如果你还不会背，然后呢，但是你要想，你想到牛，想到马，想到死亡的、自杀的，你想到他就能够进来。好，南无波波地利切利多利坦萨耶多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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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波波地利切利多利赞叹耶多耶。再来解冤结，任何两边吵架，国与国之间，所以各位你看到报纸两方又在吵架，恐怖主义，那你要多念解冤结。今天这个恐怖分子会跑到哪个国家去，都有术士的因缘的
啊，这个宿世因缘是他来报仇了，他找的就是那几个对象，这个没有意外的。好，在街上几百个人，他就伤害的那些人，那些人就跟他的缘。所以你过去伤他，你这边伤害；你过去杀他，这次的话你被杀。然后你报我仇，我报你仇，这没办法。你要停止这个世间的恐怖主义，你再大的军队武力，那只是暂时的。就近的原因就是众生吃素，不要杀生。啊，这个世间才有和平的世界，这个叫多率净土，叫人间净土。那时候没有杀业，所以我们希望来到的众生，大家化解冤结，不然他们来根本不用吃，先砍杀起来了，啊，所以一定要先解除，来，就是这样，然后呢，化解冤仇，化解冤仇，来。哦，善多来切多萨婆诃。哦，善多来切多萨婆诃。哦，善多来切多萨婆诃。开咽喉，唵波波帝利切多利丹塔耶多维。然后念这个开咽喉，要观想这个阿字。各位你就多念习阿字白光啊，在你的水杯上面，然后有这十种功德。所以这个咒，各位还是把它背下来，功德太大，念一下这个功德来。一，毒药不能中；二，毒蛇不敢蜇；三，刀杖不能害；四，王冠不敢称；五，众人皆爱敬；六，天龙常随护；七，衣食悉丰足；八，颜貌端正；九，永离毛素味；十，不受三途身。照说你要做甘露施食，或是放蒙香、放咽口的六个钟头，一滴水都不能碰的。你要做金刚上师，还有这个要考试的啊？为什么？因为你一碰他们的恶鬼道就吐火。那像我就没办法，因为我喉咙不好，所以我每次做之前，我都先念完开咽喉，都念好几遍了，先开咽喉了，因为我中间还要偷喝水啊。但是很正式，很正式的。所以各位，你又看到他们很多上师喉咙都沙哑，因为他们守这个戒律，喉咙一定要沙哑，六个钟头要辩经，不能喝水，做超度的时候不能喝水。为什么？这个是一种悲心，就像我们今天大家持物，所以今天大家持物来做超度烟供，那个力量大得不得了啊！因为这个戒体的功德，所以我们现在念开咽喉咒，每念一次，各位就至少洒一滴水。念七遍，然后就啊上供下施啊都圆满。那背后可以多撒一滴，就是给你的自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呢啊，他们也得到甘露。那你就知道念这个功德居然能够不中毒、不受三途、相貌好看。唵波波帝利切多利，让他也对来。唵波波帝利切多利当扎耶多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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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波波帝利切多利当扎耶多耶。那各位，你一定要观修哇！他们现在来了，好清凉啊！啊，在这个时候，然后进一步要消除他们的业障。就像一个人被判20年了，然后呢，当下就给他缓解放了，这个刑期啊，可以化为零，多快乐！就是要靠佛菩萨的加持，生病也好，任何业障，这两个咒很重要：地藏菩萨灭定业，观音菩萨灭业障。唵婆罗摩林陀林萨婆，所以你念的时候最好观修自己变成地藏王菩萨，或是头顶有地藏王菩萨，有你的心尖，然后有这个哈利子细字，然后呢打了地藏菩萨的灭定业手印唵婆罗摩林陀林萨婆诃，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些解释，以后再看来。唵婆罗摩林陀林萨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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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婆罗摩林陀林萨婆诃。各位一定要观修那个地藏王菩萨。越来越接近你，然后你发觉哪一天你的脸怎么像地藏王菩萨，或是地藏王菩萨
跟你完全就是呼吸都在一起，你变成地藏菩萨。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佛菩萨的种子，你只是把你这个种子，你的基因现出来啊，孝顺悲愿就是地藏王菩萨，智慧就是文殊菩萨，都是你本具足的。然后你变成一种观想，变成一个真实的身口意，去利益众生。所以你看到那些修行者累劫乘愿再来，他的脸长得都跟一般凡人不一样啊，因为他们就像唐卡佛像做的那个脸一样啊，他们已经变成那个样了。所以很多成就者，他们往生骨头一火化，活化出来是四倍观音啊，是力度母啊，活化出来是什么？就像我们忏公忏云老法师，他活化以后变成一种观自在，一尊很大的观自在菩萨，很庄严。那个就是他的心态，他的心态连他的骨头一切都变，连他的指甲，连他的所谓 DNA 都变成观自在菩萨，变成一种悲心的形象，去利益众生啊。那各位一定要开始把负面的消除掉，正面的开发出来啊，要让你自己给别人的感受有那种悲心，也有那种威德，有那种智慧善巧方便。再来观世音菩萨嗡阿罗罗揭沙婆诃也变成白色，所以至少各位这个哈利子细字把它先背下来，每天一直写啊。那按照上面的手印变成白色的甘露，把众生的黑的业障净化掉，然后呢整个土地裂开，然后他所有的啊都进入金刚经消除，然后念这个嗡阿罗罗揭沙婆诃，这么有十二种功德，现场这么多花，你只要念的这个咒，然后都可以得到加持。你要是合掌或是打手印，经常念这个咒，你的手会有加持力，跟任何人握握手啊，怎么样都可以让对方消业障、消病苦。好。嗡阿罗罗揭沙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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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罗罗揭沙婆诃。平常各位你练习最好念49遍，第一个7遍观修，你变成观音菩萨，现在观修嗡阿罗罗揭沙婆诃。再来呢，你进入天道，帮助天道众生，人道、阿修罗道，最后观修道、地狱道、恶鬼道，你都进去了。然后呢，嗡阿罗罗揭沙婆诃就一直帮助他们消业障啊。来自你可以念108遍。那当然你要一直观修最好，当然你能够这辈子念满10万遍没关系，不用急。但是你有10万遍的大悲心，10万遍的力量。所以大乘佛教的禅修是不离利他的。自己化成佛，不断的利他啊，这样你才不会有私心啊。因为有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在禅修，想的是自己的起心动念，然后就忘了利他，久了以后呢，变成一种麻醉啊，变成一种 meditation 是为了自己人，那个是对众生利益不大的啊。时时刻刻都在帮助众生，翻过来，这个叫普贤菩萨心中。那我们修学佛法，就是希望像普贤不一样，悲愿无尽，所以呢，誓愿度众生啊，承担诸佛菩萨的悲愿。嗡善美也，善美也就是戒律，你要保持在永恒的誓愿里面啊，退转这个誓愿，我就会堕落。所以你要修快速成佛，要么就快速成佛，要么就下地狱，没有第二条路啊。所以要么就上品往生，要么就堕落，要有这个不准回头的。往前冲，所以念这个，虽然我们不是受了三昧业界，但至少你在念的时候，这些佛菩萨的三昧业界的功德，普贤菩萨的功德就可以加持现前的众生。怎么加持呢？身口意业障消除，变成清净的啊，水晶一样的干净，它不再是动物啊，断手断脚，不再是恶鬼。然后呢，诸佛菩萨的三昧业界马上加持他们，所以他们的外表马上都变成三昧耶的形象，就是普贤菩萨的形象，变成金刚身、金刚口、金刚意，当为贵宾啊，都是做，然后我们要供养他了。所以功德他们要持咒能使六道众生得戒清净，具足利于的，他们都持戒清净了，来接受我们的供养。各位不是鬼咯啊，所以有时候你们做烟供或撒米要很恭敬的，很恭敬，因为是去供养这些未来佛，而不是
撒出去，你要慢慢练习。啊，这个咒还有个好处，第二，破一切无私自，无私成自修密念佛咒之过。那如果你没有念这个咒，因为很多咒你得不到传承，可为你住在偏远的地方，那你就先念这个咒，那你就没有道法罪。但是你念这个咒代表你真实升起一个要帮助众生的菩提心，所以所有佛的咒你都可以念。这个就是汉传佛教在这部经里面写，所以说很多汉传佛教它不需要特别灌顶的这个意思。但是对我来讲，能够灌顶我一定要去灌顶，因为我要学习这个咒的整个的圆满的观修，这样最圆满。那不然的话，有时候光去灌顶，有时候很多事情或者光念你不会观修。那事实上一个咒就是一部很长的经只是很可惜，我现在发觉很多修密宗，包括在藏传佛教，他们没有去看这一部经呢，就直接就得到传承就开始修了。因为你这部经没有全部看完，你在显的部分呢就达不到圆满所以如果你要念六十大明咒，然后呢这大乘宝庄严经你要看过，才知道是欧玛尼贝明哄的殊胜。你要念力度母咒，那多罗菩萨这部经你要看一下，然后你才知道这个咒的利益当然你要追求圆满。那他的手印上面有画，你要观想一个幻字所有众生都进化转化变成最殊胜的形象来接受供养。来，嗡三昧耶萨埵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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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到牌位默念。那我们现在因为自己在修，你可以看。如果你在公共场合，你要穿那个长袖的。因为我们打手印要藏起来所以有时候出家人的袖子做的比较长，或者那海清一样，因为这样有些咒语太强或者手印很强，但是它只是秘密的在利益众生。那现在所有众生都如金刚了，开始要对他们做布施。然后各位来把你的水米拿起来，水也代表整个法界的水变成甘露，七颗米代表无量无边的甘露，包括你念嗡阿訇，嗡阿訇就是诸佛菩萨身口意加持。第二遍嗡阿訇自己累劫累世修行的功德融入。第三个嗡阿訇是现前的水跟甘露变成清净无量转化，所以我们念三遍来，嗡阿訇，嗡阿訇。嗡阿訇，那有一派他们就直接念嗡阿訇那么沙瓦丹丹，算不了什么。嗡阿訇那么沙瓦丹，这也是很好的修行方法。然后我们现在念七遍辨识咒上供下施，第一遍为所有众生上供三宝，再来六遍呢也下施六道，然后最后再把功德回向众生来。那么萨瓦丹塔耶多瓦卢兹帝唵三宝来三宝来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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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萨瓦瓦丹塔耶多瓦卢兹帝唵三宝来三宝来诃。那么萨瓦丹塔耶多瓦卢兹帝唵三宝来三宝来诃。那么萨瓦丹塔耶多瓦卢兹帝唵三宝来三宝来诃。二十九页他的功德，那我们念这个功德的时候，你也是一个布施的心态，把这个功德布施给众生。我们念这个功德也告诉受施者，你看你马上恶鬼要升天了希望婆罗门先护持三宝，他们各个具足一切。念一下功德：一、受者的利益有三，一、能具足饮食皆得饱满；二、恶鬼升天；三、婆罗门先诸根具足圆满吉祥。
二、施者的利益有时。一、具足无量功德。二、寿命延长。三、成就供养无量如来。四、颜色先结。五、强记。六、夜叉罗刹鬼等皆位。七、心得清净。八、正梵天威德。九、余诸愿敌常得胜。十、三宝意念诸天永护。可见经常施食并念诵辨识真言，对受施者与施食者皆能获得大利益。再来，甘露水真言，恶鬼道最大的痛苦，所以有一派是先念甘露水再施食啊，因为他们太饥渴了，特别咽口鬼。那这个咒是妙色身如来所传授，所以也叫妙色，颜色的色啊。你要生生世世外表庄严漂亮，多念这个咒，因为你让那些恶鬼道个个喝到这个水就外表漂亮。就算你手上没水，你平常都可以念，你只要看到湖水，看到下雨，那么娑罗婆达那达中娑罗娑罗婆达娑婆达娑婆啊，那些雨水马上一洒下去，都帮他们洗澡一样，帮他们美容一样啊，各个庄严。念的时候念到嗡娑罗娑罗婆达娑罗婆，最好点七滴水一样啊，或者后面多点一滴帮助众生。来，我们大家念七遍。来，南无娑罗婆耶昙伽耶哆耶耽姿他唵娑罗娑罗婆喃娑罗婆喃娑罗萨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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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念这个甘露水真言，真实有十六种功德，也愿把这十六种功德布施给所有众生。来，功德一。寿命长圆。二、颜色殊美。三、气力充盛。四、心常欢乐。五、辩才无滞。六、恒无吉祥。七、口中相结。八、人皆敬仰。九、天神侍卫。十、皮色遮鬼现行供给。十一、生无疾患。十二、威德如王。十三、恶人恶鬼间接生喜。十四、得千轮王福。十五、梦见诸菩萨罗汉。十六、所生之处世界震动。所以这十六种功德你要修到别人看到你就看到这些功德，所以念一下，有道有得道。所以佛陀的真理都留下来了，但是有人把这个真理显现出来。我认识一位上师，叫名字忘了，他修绿度母，修到他闭关的洞，那个白岩石变成圆圆满满的绿度母，修成功了，连这个无情都变成度母的形象了，啊，那修成就以后，那所以很多人就对这个对他有信心，就对这个绿度母的咒更有信心，啊，所以，那你要让自己，所以各位，你平常就算没有水，你只要看到有水，观想到水，你就要赶快念这个咒。然后你今天已经念满一万遍了，所以你在念一万第一遍的时候，那一遍就具足前面一万遍的功德，所以这个东西，这个一点都不丧失功德的，啊，那你的悲心越强，那个力量就越大，所以大乘的禅修时时刻刻都在利益众生，慢慢你就我执就自然不见了，所以慈悲利他是自利最快的方法，啊，你好。恒顺因缘，恒顺众生去利益众生。翻过来，普供养，安耶朗三宝瓦兹来后，所以你念经做什么都要念普供养。这个普供养，
第一个可以让现前这些众生得到他所想要的衣服啊、黄金珠宝啊、食物；第二个也把这个功德，包括你诵经的，融入在六道，同样得到你诵地藏经各种功德。来，俺爷爷那三宝啊，我只来哄；俺爷爷那三宝啊，我只来哄；俺爷爷那三宝啊，我只来哄。第十二、十五则更重要，因为今天我们在荷兰住，那他方的其他国家的众生就进不来，就像这个外面有铁栏杆一样，有护法神一样。但是如果你念这个十五则，毫无障碍的，他们都会得到。现在念晚上，然后念完念嗡嘛呢叭梭哈，各位要七次，左手金刚拳，右手就流出去五色甘露，或者你所观想的一切来。汝等鬼神众，我今施汝供，此时便十方一切鬼神供。嗡嘛呢叭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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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嘛呢叭梭哈。三坛子。所以念到蒲公英，你就拿到外面的树下，然后呢就在观想，就由此到整个世界法界充满甘露。三十一也虚空藏咒，这个不是虚空藏菩萨咒，这个是大日如来所显现的虚空藏咒，对吧？满个虚空都是宝藏啊，它的手印有两种。大宝皇打的是这样，他就是这样而已，然后弹。那很多他们打的是这样，要绕三圈，啊，都可以啊。所以，但是说那一位上师怎么打，那你就学他怎么打都可以。但是这个这样的观想也有帮助，哇，无量无边啊啊的宝藏布施给他们，好。南无萨瓦丹达嘎达巴尤毗舍蒙哥贝萨瓦特卡乌嘎德萨婆若那伊玛嘎嘎那喀姆娑哈。南无萨瓦丹达嘎达巴尤毗舍蒙哥贝萨瓦特卡乌嘎德萨婆若那伊玛嘎嘎那喀姆娑哈。南无萨瓦丹达嘎达巴尤毗舍蒙哥贝萨瓦特卡乌嘎德萨婆若那伊玛嘎嘎那喀姆娑哈。那他们现在都具足了，然后现在要超度他们，然后要超度之前我们多念一遍药师咒。你刚刚我们有布施药包，大部分的人类现在都是病死的啊，所以药师法门、药师咒乃至布施药变得很重要。所以我们有吗？点一个药供粉更重要。各位还有一个，你生什么病你就观想，你比较容易感受到那个苦，对不对？那你就观想你在吃的药，在布施给他们啊。但是布施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要做烟供，不要用西药，因为西药一烧便发臭，有化学原料甚至有动物成分，所以我们一般用中药啊。那各位，如果你那个中药粉像我们都买了，后来都不用买了。医生知道我做烟供，师父用我的，我用不完啊，啊，所以我都好好替你烧，排队，啊，因为学中药的人都相信宗教，这有很好的，然后所以跟他们要了各种病苦的药粉，然后我们就你直接拿这个药粉点都很好，啊，一点点也没关系，一汤匙也没关系。一个指甲多也没关系，用这个药粉直接点，或者你本来一个烟供粉的底，再加上药粉，去利益众生。那最好的观修方法，是他教完，我的身体变爸爸的，然后愿爸爸忏悔，而且愿我的父亲能够也修自他教换，以父亲的身体来消除所有众生的病苦。那这个力量很大。啊，哪一天你会发觉，老人家好得很快，啊，因为你愿意替他观修，
因为台湾一个影星是吧，诸葛亮，他的胃癌啊往生的，那你报纸一看到你马上观想，因为你认识他，看过他的形象，你就用你的身体借他用，我变成诸葛亮，发起悲心，愿所有胃癌病苦者消除痛苦啊，那这样你也跟他结一个善缘，他也可以脱离病苦，有很多同样病苦的都消除。所以我想自己也好，或者亲人也好，然后各种的业报都可以转化为修行的助缘，而且也可以真实消除业障。再来八句平安偈，那这个世间的车祸啊、灾难啊、传染病啊、禽流感啊、非典啊，都跟这些魔祟部落有关系。这些魔祟部落就附着在各个地方。那以佛陀的大悲心威德力，一念出这个八句平安偈，就可以转化他们，不但不伤害众生，大家一起护持三宝。所以各位，你在念这个时候，你要变成你就是释迦牟尼佛，因为这八句话是佛陀的悲心流露出来的。所以你要为什么叫发菩提心呢？从发菩提心到成佛的菩提心都是一样的啊，叫初发心成佛有余。所以你又维持在这个菩提心的状态，然后念出佛菩萨的名号咒语，来自这个经典，那就有佛菩萨百分之一百的力量，所以去让所有世界众生得到安顿。来，诸有众生类在土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及虚空中者，慈爱于众生，令各安休息，昼夜勤专精，奉贺众善法。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翻回来三十一页，超度。那站在大宝法王噶举教派，他们以不动佛的超见为最殊胜。那如果在我们汉传佛教以往生咒最殊胜，那站在格鲁派以大威德超度最殊胜，都可以，因为各有各的因缘。那我们先念着不动佛心咒，念的时候那个月顺便啊转动经幡，然后呢你所挥动的众生都得到超度。那你要观想对境呢，就是那些地狱道恶鬼道身上的冤亲债主，他们都超度了。那各位这个咒最好背下来，因为莲花生大师说有一只猪现在被杀，那个过程很痛苦啊，特别牛在被杀那个两个钟头的那种激烈的痛苦没办法形容啊，然后他成了一块牛排在被在煎的时候他都还在痛苦啊，然后他被人类在咬的时候他都在痛苦啊。但是如果你一感受到或是知道这个，你马上念不动佛心咒，他痛苦马上就拔除。所以各位，你看到路边也站在整部的车要被杀的这些动物，你赶快观修不动佛心咒进入，他们等一下不得不被杀的时候痛苦拔除，不但拔除以后马上往生善道，脱离善恶道。所以不动佛心咒后面有不动佛的经典，将来有机会读一下你就知道这个咒语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念，来，那先跟我念一遍。那么，在哪？在呀呀，嗡，刚刚你，刚刚你，罗扎你，罗扎你，坐到你，坐到你，扎上你，扎上你，扎地上了，扎地上了，萨瓦嘎玛，巴朗巴朗，南美，萨瓦萨多，南嘴，梭哈。所以大宝法王说，你念满十万遍，你只要念一遍。众生马上就超度啊！那各位就平常这个十万，我认为它只是用经常念啊，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十万要念啊，那至少你就经常念，然后呢，甚至熟了，你很容易观想来。那么赞啊赞呀呀，我感嘎你感嘎你若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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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啥你咋啥你咋地哈那咋地哈那萨瓦嘎玛巴朗巴那那么萨瓦萨南嘴梭哈。那么赞啊赞呀呀，嗡嘎嘎尼嘎嘎尼若咋尼若咋尼
坐咋呢坐咋呢咋啥呢咋啥呢咋的哈那咋的哈那萨瓦高玛巴兰巴那那么萨瓦萨多南卓索哈那么人呢咋呀呀嗡刚刚呢刚刚呢坐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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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咋啥呢咋啥呢咋的哈那咋的哈那萨瓦高玛巴兰巴那那么萨瓦萨多南卓索哈。下面有一个若有特别欲超度亡魂啊，昨天缅甸有一部飞机掉下去，100多人亡生，那你观修道，你看到这个新闻，那你晚上或者你平常就进来观想，然后回向给他们，他们就至少脱离三恶道，所以就在萨瓦萨朵后面加进去，或者啊，英国前一阵子的恐怖事件死了7-8个人。那你要观修，比利时也发生过，任何地方发生过，或是那些你只要想得到的，那就给他最后观修进去啊，让他们离苦，慢慢你的慈悲心就会具足，然后你的慈悲相就会出来，然后你的福德资粮就会出来啊，所以要让自己甚至你的脉动触动呼吸都变成一种慈悲，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在利益众生啊。那当然修行要修到永恒，那叫法身常住，法身常住就是你的悲心已经具足了，所以对你的来讲，你永远的力量都在这个世界啊，所以将来更可以变化无量变，报身是圆满的，那变化是随顺众生的，但是你要证得这个法身，就是你的悲心空性，但是要透过你的不断的慈悲，这才是生命的意义，这个是假的，世间一切都是虚幻的假的啊。但是透过这个假的，我们可以就是透过水，透过食物，虽然它只是一个因缘和合的一个食物，但是都可以化成甘露利益众生，太阳风水空气、食物、光、火都可以转化。那各位要这么样的认真。但是如果你被世间的事情卡住了，就不太容易。如果各位今天在你家里，你念到一半，爸爸啊，干嘛？老公，睡觉了啊，那你不太容易啊。那至少各位要有自己的时间啊，这样的去观修。那特别是41轨，它就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三恶道，特别有帮助。那对我们来讲，助缘非常好，所以也不用急，但是就是很认真、很熟悉啊。有时候你观修到自己会掉眼泪，因为他们很苦啊啊，然后就一直利益他们，让它变成一种习惯。那我想，每一种仪轨，你都愿意把它很认真的去学，杜母仪轨、观音仪轨啊、阿弥陀佛的仪轨，你都愿意学最好。当然就加上各位对阿弥陀经的知道，对无量寿经的熟悉啊，然后呢再融入在这个仪轨里面去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样最好。我今天下午有一个中午吧，有一个瑞相，我在那边看经典，我想说哇，这边怎么念佛念到这么大声呢，我都听到啊。结果一想，不是，那不是这边在念的，所以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加持啊。我在看经典，我佛号的声音呢，很多人在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得很庄严，所以那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因为那种有一个认真嘛，然后希望利益众生，就有佛的加持一样啊。所以我想佛菩萨的是时时刻刻啊，像我们湛乐法师他跟各位说法，带着各位忏悔，那个时候我听到佛号，我觉得这样很殊胜啊，对自己很有助缘。所以我想我们大家来参加短期出家，我们在一天之内我们节约了很多时间跟不必要的事情，少事少业，但是所有的精力
身口意都在做利益众生。那利益众生有很多方法，走路也可以。所以各位你在花园走的时候一直念的咒语，观想的这些每一片树叶，一花一如来，一叶一世界，都在融入了各项的你所熟悉的会的，乃至随喜世界各地的各善法各三宝事业的功德，透过你的慈悲心走路声音转动经幡水蜜都可以，甚至你就湖木区点一支香走走走走来走去啊，也融入了所有的功德去利益众生。当然众生无边你度不完了，所以你就慈悲无尽啊，这个比较重要。那个时候你就会到佛的状态，佛性的状态。那所谓的密乘就是你如何时时刻刻保持的这种佛性的状态啊，所以不但无自性的光明，而且能够利益众生，像太阳一样。那就让自己练习习惯。那我想出家在家各有因缘，那至少这是不分在家出家，因为这种佛性菩提心是不分在家出家，不分生老病死的状态，就利用这些状态，你可以今天医生说要送你去医院住两个礼拜，那我就以医院为对境来努力，所以这个病苦对我有帮助，因为可以修观修菩提心。所以我们在一个极静的地方，我们比较没有外缘的干扰，你更可以很努力。所以你要每天你要定好你自己的早课晚课，但是不管你修什么都没关系，那个早课晚课就是一种很努力。所以对我来讲，早课就是烟供，晚课烟供，中间呢就放生，平常去助念看经典思维佛法闻思修，都是在一个利他的状态。就像你现在看地藏经，你要观想百千万亿众生都在听你念地藏经，思维地藏经，所有佛菩萨都变成地藏王菩萨，那你在看的楞严经，看的利他的。但是一个重点是不被境界所影响，虽然有些人喜欢看经典，但是他碰到境界他就生气，碰到境界就你还是保所谓三昧的状态，是不停止那个状态不停止那个状态，而不是说这个小小的境界你这样就起心动念。所以我想各位在这段时间有些事情是你真的要睡觉，隔壁要吵你，然后你们两个睡一间，然后你刚刚睡着又起来上厕所你不要被他影响你要保持那个练习到哪一天你身体被分解的时候，你还是保持如来在定中，无有不定时，不离开悲心像忍辱仙人一样，节节割节身体，你还保持了大悲心。那这个你一定要练习，你不练习，你碰到境界，你就会被境界转，被境界一转以后，你这个那个利他的就像水龙头断掉了，那个灭火没水了因为你的悲心间断掉了，被这个境界影响了，因为你用情绪去处理事情所以各位如何在动中保持不动，动的就是这个五浊恶世，这个五浊恶世相应的就是我们的悲心空性。然后甚至各位要练习习惯，看到人就要微笑，要打招呼，开始练习然后呢开始嗡啊哄，你面对每一个你都要，也不要被对方的不好影响，对方不哼我不看你，那你可怜，你把对方不好融入在你心里，我爱你就是因为对方的不圆满，你更要嗡啊哄他的圆满。这些恶鬼道，请问他们现在有没有变成庄严的阿弥陀佛他们的平等生下往生净土了，因为你对他的转化，了解吗？所以越困难的你才能够越认真，在五浊恶世才更好累积成佛的质量所以你要一直这样去转化友情，转化世界。那我想太多太多的仪轨你都可以拿来做这样的修行。好，那我们现在做回向念到现在都还没天黑，你看多好所以你看不用吃晚餐，然后呢天十点才黑，哇，一天当作好几天用那今天这个前行很好，大家业障消除，普度众生，在佛教上很重要的法会前一天就很重要。
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行深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愿我所修诸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是无量心。愿诸有情俱乐及乐因，愿诸有情离苦及苦因，愿有情不离无苦之乐，愿有情离亲疏悉平等，是为空性。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好，那讲阿弥陀佛。佛教讲三殊胜，不管做什么样的修行，第一个殊胜叫发起大悲心，升起菩提心，以这个为缘来做各种修行。当然升起大悲心，那叫思维众生苦。那现在各位要多看看报纸，今天上午在伦敦有个27栋27楼的大楼起了大火，2楼以上全部烧掉，到现在没办法统计到底死伤多少人。那对我们来讲，各位要升起一个息息相关，这个才叫大悲心。所以所有的快乐痛苦都跟我们有关系。在孟加拉土石流活埋了至少134人，包括2名军官，所以我们要去关心。在大陆最近办了叫鱼台的地方，办了一个什么龙虾节，这两天一个晚上就吃了35万吨的龙虾。啊，当然报纸上写的各地方车祸灾难，那各位要把所有的一切都跟自己有关系，自他平等。所以修菩提心要修两个，来自他平等，自他交换。所以所有众生的一切都是跟我有关系，所以我要去承担这个痛苦，为对方而精进。那这样我们不能把大悲心菩提心当作理论来背，而是要把大悲菩提心当作一种真实的感受。我想一个学校的经济学、企业学教授，他不见得能够经营事业，但是能够经营事业的这些老板们，如果有懂得经济企业管理学，
他这样呢比较更圆满。所以读修大乘佛教的人不见得有悲心，所以他这个悲心要自己要去深深的去体悟，所以要观修啊，甚至啊自己也会掉眼泪啊，感受很强。这一点是佛教大乘最重要的。所以有人问阿底峡尊者说，要怎么样可以断我执证空性？阿底峡尊者说，去帮助那些游行的啊，远游的人，怕他没饭吃，老人、病人、穷人，这个就是一种空性的功德。因为佛教的经说性，所以呢，空性讲的是万法的本质，但是呢，显现的行为就不能够离开大悲心。所以如果我们在讲空性和冷漠无关，那个叫偏空，所以这不过是一种小乘的修行。那如果讲大乘呢，那各位要有那种息息相关，时时刻刻，所以跟众生连在一起，花草树木啊，所以所有友情我们都要紧紧的，就像母亲儿子在生病一样，要救火救急。那这样呢，要有这个基本，那才能够利益真实的讲大乘佛教。所以既然发起悲心，那就要升起愿成佛的菩提心，那所做的一切要安住空性。什么叫空性啊？就算叫你去扫厕所可以利益众生，你也不能退转，这个叫空性，无我的啊，要把事情完成，要把修行修完。所以今天要去拜一个大乘经典，可能要拜个七天七夜，很累，但是你也不能退转，叫空性。所以这个空性去我执，必须在人群里面修啊，你不能说我自己在那边修。所谓空性，是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能够忍辱。所以为了达到空性，所以佛陀要我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你可以才可以查到空性，而不是理论上的空性啊。所以今天你生病了，那你就是修空性最好的机会。今天你被侮辱了，那因为你有个我嘛，所以你会感受到痛苦，那个时候那你更要去思维无我的空性。所以要思维无我的空性，那就在这种痛苦的时候啊，逆境的时候最容易成长。所以我们中国人说逆己为胜，顺己为凡。所以你要故意找机会去磨练，就像我们台湾人男人都要当兵，你没有当过兵的，人家说你不是男人啊，为什么？你受不了苦啊。当然生过小孩子的妈妈跟没生过小孩子的妈妈那就差多了啊。当然如果生过小孩很苦，但是不会拿来修行，那也是白苦了啊。那至于你没有生过小孩，但是你能够去体悟别人的苦，那这就是一种悲心啊，这就是跳离自我范围的去体悟对方，这个叫空性。所以无论如何，就我们叫时时刻刻就不离大悲心，那以这个为前行，然后呢来读心经，来打坐，来拜忏，乃至呢从事社会修行。就像各位这一次虽然短期出家，但是我们至少了解了佛法的一些概况，那目的呢就希望带着这个空性悲心融入于你的生活社会。所以这个五浊恶世就是我们修空性修悲心发展菩提心最好的助缘。如果没有黑暗，我们就不需要点灯了。所以我们要保持在这种状态。所以透过各种的因缘，所以有一句话啊，所有经藏在你心里面。所以意思是说，你研究佛法必须用心去面对。
啊，那我们每天在讨论超度鬼啊，利益众生啊，那晚上真的有鬼来了，吓坏了，啊，连悲心都没有了，啊，那就代表自己修得不好，那更要努力嘛，啊，所以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古时候有一个寺庙闹鬼，那没有出家人，但是那个寺庙还不错，那有些出家人就认为说，哎呀，我很会修法的，我把那个鬼呢给他赶走，啊，然后那个寺庙就可以，我变成住持了，他就去了。另外去那边，第一个出家人去，当天鬼就出来，那么把他头弄破了，死了，啊，那这位法师的师父一听到啊，我的徒弟居然被罗刹鬼弄死了，那老师父我必须亲自出面了。所以他修了七天七夜的法，带了很多法器，就到了那个老寺庙。一进去以后，没多久那个鬼出现，出现以后啊，直接打破他的头，又死了。后来这一传下来，没有人敢去了。哎呦，太厉害了啊！连老和尚出面都制止不了这个罗刹鬼。那有一位小沙弥听说这个事情了，哎呀，他们两个好可怜。那个鬼好可怜啊，他每天背金刚经啊，他说啊，我呢，我去那边为他念金刚经啊，希望这个鬼也能够升起一个空性啊。但是很多人都制止他，我说那些老修行都死了，凭你有办法吗？但是这位小沙弥说，好了，就算我死了，我也希望我能够感动那个鬼道啊，因为那个地方将来还有很多人可以去修行。他就进去念了，啊，慈悲的进去念《金刚经》，念念念念，那个鬼出来了，看到那个小朋友这么慈悲，还坐在旁边保护他呢，啊，然后真的给他感动了，那个鬼啊，啊，那个罗刹就超度了，那个地方就恢复吉祥了。所以我讲这个真实故事，我讲不在于你一个人有一个傲慢、骄傲说。我修到什么法，我得到什么，那反而他有所依靠，反而不好，还不如小沙弥这种虔诚慈悲。所以他不是要去把魔鬼赶走，真正的魔鬼是自己，这个外在的世界，是我们的心魔。所以那你要用悲心，然后呢，就算死亡自己都甘愿，能够感化对方，这样对方就被你感化。所以我想我们修行佛教啊，讲空性，他就希望众生如母亲，没有一个敌人，要我们拥抱众生啊，绝对不能有一个对立或是一个保护自己啊。在社会上做生意当然要保护自己了，所以要挑战对方，所以同行要竞争啊，如何逢迎巴结，赚到对方的钱等等等等，那个这个时候叫奸商，这个最伤我们的佛性啊。那我们如果开始修行了，那各位要修慈悲心，那首先刚刚讲自他平等，哎呀，完全的融入于对方，心要放得众生。所以做什么事情，比如说各位来说报恩在戒，哦，我可以得到升天的功德，那还是个私心啊。站在大乘佛教，越高的功德我们愿意去修，因为什么？越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那你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那你得到自己的世间利益，自然的。所以那这个也不需要特别去求，所以我们每一次都应该升起这样的心啊，称念三宝名号，皈依三宝，发菩提心，是无量心，然后呢啊，为众生啊，实践修行，所以我们念下来，普贤十大愿王，哎，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勤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
使者普皆回向，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那在藏传佛教是七支供，我认为少了三个也没这么圆满啊，特别是恒顺众生，所以所做的一切修行都是为恒顺众生，所听闻佛法要常随佛学，要实践啊。所以礼敬诸佛，称赞如来，那我们要赞叹所有的佛菩萨啊。那当然站在密乘里面，上师就是佛，也有好处也有缺点，那你不能把这样一个人是我的上师，我就针对他其他不管，这 不对了。所谓上师就是佛，就是说上师是诸佛菩萨的汇集，所以呢所有的诸佛菩萨都是我的上师啊，所以要有无分别。那这个上师就是佛，就是所有的优点都是我的上师，别人的优点，一只蟑螂蚂蚁的优点，观德不观时，都是我的上师，我要去学，这样才不会变成一种狭隘的局限的宗派观念啊！我的师父你的师父，这样以后呢你就不能够去学到其他的宗派的优点，那好可惜啊！啊，所以各位呢，佛陀在原始经典说，千万不要落入一个团体或是宗派，如果你落入一个团体或宗派，那这个呢又不是佛法了，就有知见上的问题，那你也不能跨越你的范围去学习对方的优点，这好可惜。所以我看很多居士说，哦，我是哪一派，格鲁派，我是念佛的，我是林马的，我是噶举的，那我认为讲这种话呢就把自己切角了啊，不圆满了。因为学佛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所以不是光度哪一边的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当然现在有人说人间佛教，讲人间佛教是可以，但是不是说我舍弃其他的，我不放生，我不超度啊，我不供佛在天。那人间佛教是以人来关心其他众生，人是关键，那个观念要正确。所以太虚大师呢宁可讲人生佛教，他不讲人间佛教啊。但是有时候会局限到，然后呢讲人间佛教就讲阿含经，因为人而成佛，他们要追求的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甚至不承认佛陀的神通等等，所以太偏狭了。所以当然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心态的问题，没有发出广大心来看的时候呢，就会用自己有限的眼光来看无限的佛法，佛法无边，所以有这个自己还没有真正的了解或开悟，去解释佛法反而会伤害佛教啊。所以站在菩萨道啊，就是师父上师没有开许，你也不能去讲经说法写作啊，不然呢表现自己的观念，那对自己也帮助不大啊。所以当然，一止善知识才能够去除我执啊，所以这个我执，你不能按照自己的观念想法。就像我以前跟正法长老住，像各位现在两个人住在一起，有些会合不来啊，那你就这个就不太好修行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跟老和尚住，老和尚什么时候上洗手间，我们不敢上。老和尚什么时候要洗澡，我们都调查好了，不敢比他先洗。老和尚什么时候要睡觉，我早把灯给关了啊。老和尚什么时候要起床，我早就坐在那边等了啊。那这样你才好修啊啊。所以这样你就不敢用自己的想法啊，战战兢兢的配合着对方，这样你才可以修空性啊。然后呢老和尚才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如此可教也，他会跟你讲讲佛法。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人敢去跟老和尚睡觉啊，就我这个初生之犊不怕虎，哪里知道这个样子啊。但是我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因为这是我天生的，因为我很尊敬老人啊，所以然后
会懂得去配合对方啊。所以各位听到这两个句言是吧？配合对方啊，千万不要凸显自己，因为你不配合对方，你就不知道如何去除我执。所以，就像我是一个讲课的人，不是我要传达什么，而是对方需要什么。就像你是个唱歌的人，不是说我喜欢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现在需要唱什么？你要配合对方。所以大乘佛教的一切都是因为配合对方，而不按照自己的观念，这样你才可以有空性悲心。当然西方社会个人主义是凸显自己的能力努力啊，那这个因为大乘的空性观念就是融入于众生，消除自我，就像各位大家穿一样的啊，动作一样，就不凸显自己，叫融入整体，才能够跟以法合为一体。那为了如此当然要配合了啊，那没有，所以大家吃一样的饭，大家做一样的事情，那从这里面去调伏自己。不然的话，你喜欢表达你的意见的时候啊，有时候格格不入，格格不入。所以我想谈论政治跟你自己在参与那是两回事的，批评政治的那名嘴多的是，然后你叫他去做做看，他可能做不了啊。所以在这一点，所以佛教里面说我们不是佛，不要随便去批评别人啊，我们应该苛责自己，批评自己，这样我们才有进步的空间。所以为了如此，我们要照镜子，照镜子，所以看佛经叫法镜，那你才能够把自己不圆满的思想把它净化，调成以佛的思想为思想啊。好，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诸三长老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啊，大家阿弥陀佛啊，非常高兴啊，再一次跟大家见面。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去年呢，这个庚子年呢，可以说啊，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呢，可以让整个世界呢有很大的一个冲击，也让我们的生活呢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本来我们可以到很自由的到各个国家去，结果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我们现在出国呢都很不方便。出去要隔离14天，回来又要隔离14天，那现在出门呢，也都要在公共场所都要戴口罩，那所以，去年这个庚子年呢，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呢，造成了全球有1亿多人呢来确诊。有超过了300多万呢，因为这个疫情呢而往生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世纪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在这个很多国家他们都受到很严厉的考验。那相对比较起来呢，
我们中华民国啊，这个台澎金马这个地区呢，啊，疫情呢应对的比起其他国家呢，我们算是很不错的啊。这个也源于呢，我们过去有这个 SARS 这个经验啊，特别是为服部的啊的团队很用心，那我们全民呢也相当配合政府的这个防疫的措施啊。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啊，同时呢，我们在台湾呢，啊，各个宗教团体呢，啊，也都很用心的来为，这个事情的发生呢，来做祈福，啊，来用功，来精进，啊，我想种种的因素呢，啊，使台湾的疫情呢，能够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成就啊，啊，这个也是不容易的啊。这个疫情呢的一个发生呢，也一定是跟人类的行为呢，一定是哪些地方出了差错啊，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产生啊。那过去一些长老善知识，他们对某些事情。也都有一些独到的一个见解啊。那我们面对这个疫情的发生呢，啊，我们也要从当中来学习啊，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啊？那我想这个都跟人心啊，跟人的作为呢，有关系，有关系啊。所以大体上呢。这个疫情啊，在今年牛年呢，我们希望它能够渐渐的平息下来，啊，让世界啊的人民的生活能够恢复正常，啊，这个也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啊，一起来努力。任何一件事情呢，一定有它的一个对治的方法。我们佛陀告诉我们呢。这个苦集灭道，这个四圣谛的道理啊，苦啊，就是我们现实生活所面对的痛苦烦恼。那这个痛苦烦恼一定有它的原因啊，这个原因就是集。那我们有这个苦呢，啊，我们希望这个苦能够灭啊，这灭就是我们希望这个苦能够灭。那如何来灭苦呢？需要一个道，有个方法。啊，那个道，那个方法就是灭苦，之法啊，所以这个苦集代表现实生活的一个因果，那灭道代表我们希望出离这个痛苦烦恼的一个因果，也就是对治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啊，只要我们用的对，找到这个原因啊，就能够。有一个对治的方法，就会最后这个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啊。我们一样要用平常心来面对它啊。我们大家呢，更要有这个信心啊，向前看，往前走。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啊，大家来用功，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在台北的大雄精舍，树立了海明寺。啊，我们也除了响应政府的防疫的措施，啊，在各项的法会当中呢，我们一样是啊有量体温啊，然后有这个手要啊消毒净手啊，这个种种啊配合这个措施啊，以及依照政府的防疫措施来进行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借这个机会鼓励大家呢，啊，在这段时间呢，更要发心来用功，来发菩提心呢，来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更重要的要开展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啊，那我们在用功，在精进之后呢，我们。都会做一个回向，啊，做一个回向，啊，
牛年呢啊，希望能够扭转乾坤呢啊，福田新根啊，所以在这个牛年呢啊，我有四句话来跟大家共勉啊，就扭转乾坤啊，信愿成，福田广播满欢情，新根道业菩提种，啊，吃苦耐劳万事成，啊，希望这个牛年，啊，牛在十二生肖里面，它是，最能够吃苦耐劳，啊，在农业时代呢，它也是我们农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耕田犁田，啊，乃至载运这个收成物。都需要它啊，所以希望这个牛年来了，我们一切都能够转好啊。那所以要扭转乾坤，只要我们有这个信心啊，更要发道心啊，信愿行就到净土的三种资粮。这个所以信愿成，那福田呢，我们要广播，多做一些善事来广结善缘啊，福田广播。满欢情啊，要用欢喜感恩的心来跟大家广结善缘啊。那心根道业菩提种啊，我们牛在耕田，那我们凡夫呢，每个人都要耕耘我们这个心田啊，万法唯心呢 啊，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来关照我们自己啊，在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呢。也要让自己安静一下啊，那个心静啊，我们智慧就会产生啊。所以心根道业啊，菩提种啊，所谓菩提呢啊，就是我们发一个道心啊，发一个什么样道心呢？我们希望来明白这个真理，了解这个大道啊，然后我们希望也能够依照这个理，这个道来行走。更重要的，我们要跟众生结一个善缘啊，将我们所体验美好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啊。所以这个上求无上的佛道，下化无量众生啊，这个佛心众生它是一体的啊。所以心根道业菩提种啊，那第四句呢，就是吃苦耐劳万事成啊，我们。能够学习牛的这份啊，默默的耕耘的精神，能够吃苦啊，耐劳啊，一定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成就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走过的庚子啊，这个新冠肺炎的大的考验，希望这个牛年来了啊，大家能够一切都好转，能够。转危为安啊，转世成智啊，这个转凡呢 啊，这个成圣啊，更重要呢，能够离苦得乐啊，我们大家要有信心啊，这个信心呢很重要，信为道因功德母。那更要发愿啊，发愿之后呢往前走去啊，叫信愿行啊，这个到达净土的三种资粮啊，来跟大家结缘，祝大家身心自在，福慧增长，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佛生净土，成佛度众生。